天哥，我现在要 check out 这一家饭店，然后还在英国伦敦。那我呢会多留两天，然后要换到另外一家饭店。但因为有行李的关系啊，没有办法搭地，它不像东京这么方便，有很多的那个电梯，所以我还是决定呢来搭 Uber。很多人告诉我说，在英国伦敦搭 Uber 好像比较便宜耶，那我想要来实测一下吧。哇，好多车子哦！哎，真的很多车哎。有没有？哦，这附近很多哎，要去哪里呢？可能因为在这里是合法的吧。对，是合法的，对，真的。好，我现在搜寻台湾社区。哎、欸，找到了。好，老婆，它有分 Polo 专车12.54英镑，然后精英优步12到17。要选哪一个？我们选精英优步好不好？破优车是什么意思？啊，破专车是什么意思？就一般的啦。一般的，对。然后这边还有贵的啦，你要不要豪华轿车？哇，超贵的。对，还有这个什么？哦，这个是轮椅，哦，那个是什么？对，轮椅的。好，啊，那我就选精英优步啊，哈。OK。哎，这差不多要多少路程啊？路程8公里左右。多少几分钟？啊，不晓得。8公里，然后差不多。12到17英镑，这个是我们现在人在这个位置嘛，然后我们的饭店在海德公园旁边。十二到十七，差不多是乘以40块，现在40块吗？40啊，乘以40。40乘以40，好，没事，我们现在试试看了哈。好，来，那我就选精英优步，完成。对，其实不便宜耶。你说什么？但是因为我们有行李啦，如果坐地铁，其实我觉得也不会不方便。只是因为有行李，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叫 Uber。其实是真的啦，嗯，所以我已经叫了，好，他接受了。知道吗？我们合作这个驾驶，他得了4.93分诶，这是很高吗？超高的，因为我老婆比较常搭 Uber。我这因为他们是会双向评分的，然后我自己因为他们等于说每一次你搭乘完之后，他会驾驶他会给你乘客一个评分，对，然后你也会给驾驶一个评分，哦，所以他这个算是平均分数。OK， 那我是绑定信用卡。所以其实也不用带任何的。打断那个，你叫他好了。对，这个。快的，4分钟内啊，而且很准时。Okay. Just, I don't want to block the road. Okay, that's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哎，其实我的行李箱这次带的比较大，因为我人呢来伦敦，然后里面这次其实蛮冷的嘛，老婆。我觉得我刚刚穿，我觉得有太阳的时候没有那么的冷。对，但是说早晚的温差蛮大的。对，但是我觉得今天有出太阳算是好的，超棒的，超适合外拍。我们刚已经决定了要把一个行李啊放到前面这个座位这里，放在这里，因为，哎，我那个行李箱实在是太大了，实在是。老婆，我行李箱是不是很大？我觉得，因为它不是那种高的休旅车，所以像高的休旅车，基本上是它可以两个平躺的叠起来。没错，对，它这个叠不起来，比较低。嗯，好，这是我们刚刚决定的，放在前椅。哇 ，OK。Do you have any suggestion for us?
What would you like? Restaurant or somewhere beautiful? Somewhere beautiful place. And take a picture. It's beautiful. Also, good photos. Good photo, right? Tower Bridge. You can go to Tower Bridge. That's Tower a nice Bridge. Area. If you haven't been, Tower Bridge or yesterday we have been to London Bridge. Oh, London Bridge. You have been to London Bridge. That's nice. There's another one, Buckingham Palace. If you want to take some pictures, it's very nice. So, hey, about delicious food, I think you should go Shoreditch. Okay. You Shoreditch? I don't know. Shoreditch is a nice place, yeah. There's got plenty of food to eat. Very okay. Nice as well. Okay.印度菜，对，是他们的国菜。然后今天，就是另外的话，接下来的比例比较多的话，是会吃中国菜。哇，那我们要去吃中国菜吗？回台湾吃就好了，我觉得很少的东西可以比台湾好吃。老婆，那这两天你有想要什么计划吗？我们今天还是要工作，今天不是让你玩玩的。真的很过分，自私。你知道这边有一个全世界唯一一家的 YouTube 的实体专卖店吗？我们不是要去吗？对，它在 King Cross 那里。嗯。那边好像还有哈利波特。哈利波特的那个九又那个柜台，像对对对对对。还有我昨天有看到有其他的部落客有去，可是你最没有很吸引我，真的假的？我对于一些电影场景的一些，我觉得我还好。哎，但我很热衷。OK。King Cross。Marvel DC。老婆，我们要到了，海德公园旁边。嗯，你有没有觉得伦敦的交通真的蛮塞的哈？就是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塞的。真的。你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我们去马来西亚也那么塞。对。对啊，巅峰时刻，可能走路十分钟内的车子。而且这个司机让我蛮舒服的，就是不会一直讲话，然后有一些好地点还会一直跟你推荐说，这个是不错的地方。对，而且他不会一直突然刹车。对，突然刹车会想吐哎。我们到了。你的行李在前面。Okay,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so much. Five. Thank you. Yeah. Okay.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我真的觉得非常方便哎。然后我现在呢，决定给他可以给他一笔小费，我给他2块英镑，好吧？老婆，你觉得呢？都可以啊，就是你给他三块可以。三块，好，来，完成。我们这一次呢，一共花了15.89英镑，就到了海德公园旁边。我们今天要住的 hotel。好，如果大家对于 Uber 有任何的问题，好，欢迎在下面留言哦。如果喜欢的话，记得订阅一下我频道哦。好，按赞分享。下次见，拜拜。